Thank you.
外卖到喽。夜市特工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去年我们做了一支电玩人物打巨大机械龙的影片还蛮成功的，所以我一直很想再尝试看看，如果是用哥吉拉当主题，结合电玩人物，在后期制作，我们特效师哲修也是非常的辛苦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影片里面的另外一位角色是《崩坏三》的新人物，结合了兔子的象征，可爱的骇客，是《崩坏三》近期更新赛博朋克开放世界里面的一个人物。如果哥吉拉电影还没有看，一定要去看，爽度爆表。《崩坏三》还没有玩过的话，大家可以趁这次更新也去尝试一下，希望很快就可以再跟大家见面，不要再等那么久了。